我見到他嘅。 出现，重复，target出现。水柱遮住咗视线，target唔见咗。废柴，你哋三支枪都打佢唔到，你出嚟打死佢。 丁一虎，你杀晒所有兄弟，你杀埋柯正雄，抢埋佢身份。你今日冇打算做翻丁一虎。如果你杀埋我之后，你仲会杀埋自己个女嘛？我嘅人生系冇人可以攞走嘅。唔系你揾翻我出嚟，我个女根本唔知我系佢老豆，佢就唔会死。做咗柯正雄咁耐，学到追踪一个嘢，就凡事斩草除根，乜嘢事都做到彻彻底底。我今日睇唔到你断气，我唔会走。 想死啊！放手啊！我把咁嘅刀仔想怼乔星，估到你忍唔到三日，一定揾乔星报仇噶啦！一路信都未生埋。乔星杀咗我阿爸，杀咗我唯一嘅亲人啊！一路以嚟，我周围揾我阿爸，我唔计啲人呃我钱，我就系希望有一丝嘅线索系真，等我可以揾翻佢，咁我就可以有翻个屋企啊！依家咧？ 我乜嘢都冇晒啦，我点都要乔星填命，一命填一命，你觉得咁样好啱数？你老豆杀咗乔星几个兄弟嘅条数点计？仲有，佢杀咗我老婆嘅条数点计啊？佢搞到我女盲咗，咁样挖翻你嘅眼出嚟啊！
一攞佢一條命，佢賺咗啦！我阿爸係壞人，你哋都係，你哋都殺過人㗎，你哋冇資格玩我阿爸。係，我係個仆街，但我都識緊張自己個女。就算我加我幾多仇口都好，我都唔會連累我個女，只可以保住我個女。咁多年嚟，我寧願忍住唔見佢，唔認佢。 等佢憎我呢个仆街老豆，但系你老豆害朋友杀兄弟，由丁一虎变咗做柯正，十几年，佢荣华富贵啊，有冇联络过你阿妈？有冇联络过你啊？佢同你一样，唔想连累我哋啫。佢见翻我都冇话唔应我啊。佢认翻你系想搵你做护身符，等乔星落唔到手杀佢啊！ 废话我讲完啦，你仲系谂住怼乔星嘅，我唔睬你。几时都系嗰句，你老豆佢抵死，就算乔星唔杀佢，我都唔会放过佢。 要介绍条佬俾我，佢做得老豆喎，你介绍俾我？大哥话白景瑜嫌我唔够好，你话佢凭乜嘢嫌我唔够好啊？你想我哋讲真话？因为呢个世界边有咁唔公平，冇人中意我，我就系想搵个人爱我咋。